有很多年前李登辉先生当总统的时候，他提出一个名字叫发展本土文化。那时候台湾中华文化到处都是，到处都在延续，都在努力完成中华民族的大文化。可是当提出本土文化的时候，我们不晓得怎么样去找到本土的文化。现在秀兰要出嫁，就是我们本土的文化之一。本土就是庶民，就是长民，请出场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